兄弟们，老官方让我们猜，联动大猜想。我勒个去，这还用猜吗？大家肯定知道是谁呀，大家看看呗。点一下立即前往，咱们去看看伙伴们都是谁。原来这是一个新联动，对吧？我来看看哈。线索一，大口獠牙，不用说了，老虎戴沐白，调皮柔软的性格掺杂着几丝温柔。伙伴们，这是小五，对吧？线索三，伙伴们，这是一株植物，繁华的枝叶，植物只有谁有？唐三的蓝银草，对吧？第四个是一个塔，伙伴们，是个塔的话，好像只有七宝琉璃塔，对对对，就是七宝琉璃塔。线索五，伙伴们，这就是一个热腾腾的烤肠，这是奥斯卡。线索六是朱竹清，是一只猫，对吧？线索七是一只凤凰，马红俊。线索八，伙伴们，这个人是谁？头上戴着皇冠，这是谁呀？戴着皇冠还会笑，是不是比比东？你们说，伙伴们，你们能告诉我线索八的主人是谁吗？